低音歌后蔡琴《不了情好预照片》马来西亚演唱会2010即将在7月24号晚上8:30玉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。6月24号，蔡琴以一身粉红色蕾丝服装现身记者会。蔡琴可以在舞台上，唱了已经快30年了，还有舞台不断的在邀请我。我想，这个耐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啊。继2008年连开45场的《不了情》经典老歌演唱会，以及2009年多达64场的《新不了情》金榜金曲20年演唱会。2010年蔡琴《不了情好预照片》马来西亚演唱会将与歌迷共谱四段情，包括上海一段情、香港一段情、台北一段情以及蔡琴一段情。第一段是上海一段情，是1930一直唱到1950，然后第二段就是上海一段情影响到了香港一段情，差不多是1950到1970的歌，选自这里面的歌都是经典级的，够分量才会被选进来。第三段就是最重要的台北一段情，我们台北受了前面两个时期的影响，再加上日本歌的影响，我们产生出自己的台北的流行歌曲。第四段就是要唱一些蔡琴的代表作啊，不然的话这演唱会我觉得这样听就很过瘾啊。我就觉得这四段情就是我们不了情里面最重要的，这种这样光听就可以讲非常丰富，它的跨度大概跨了50年啊，所以这就是50年以来的名曲。为了回馈久违的大马歌迷，蔡琴希望以歌曲与大马歌迷沟通，所以演唱会当晚的曲目将与其他地点的演唱会有所不同。就算是香港的这个红磡，我唱过，还出过 DVD。我希望你们看过 DVD 之后，再到这个绿野会展中心来看的时候，哎，我就换了10首歌，我换了10首歌，然后呢，我又特别把，就是说在旧的这个不了情原来的节目里面，我又增加了这个新的元素。邓丽君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天后，可惜她走得相当早，她离开我们以后再也没有第二个邓丽君了，而且有人想模仿她也不一样啊。所以你知道后来我才发现她的这种温柔就是她的个性，所以我想要纪念她，但是纪念一个歌手纪念另外一个已经离开人间的歌手，要怎么纪念才精简又感人，这是我这次在这个不了情节目里面你们会看到的。结束不了情系列演唱会之后，蔡琴将在今年11月举办全新系列的巡回演唱会，继续担任演唱会的制作人、导演，以及参与舞台设计、选曲以及编曲等工作。也是为各位准备的新演唱会，这算是我要回馈我的歌迷还有市场上，他们在等待我的新演唱会，所以我现在花最多时间就是整，我是我自己演唱会的制作人啊，所有的海报、舞台、导演、歌曲、编曲，每一个你想得到的地方我都要参与。当晚8点，蔡琴接受电台访问之后，现身金马皇宫出席歌迷见面会。歌迷的热情让蔡琴差点透不过气。蔡琴，我爱你。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可能我们马来西亚歌迷很多人喜欢你，但是他们不懂得讲表达，是啊，有些是可能比较前辈的，他们没有上过，也可能没有送花给蔡琴，是送饼干，没有送芝麻饼给蔡琴，不好意思跟我讲他爱我。对呀、而且去演唱会他们也是很安静的，我去过这样过场，前面的安迪安哥全部都是很镇定的，他可能会欢呼，蔡琴就以为大家都不爱蔡琴了。不会，我太了解你们了，看你们的眼睛就知道你们爱不爱我。你哪里是爱我，你是利用我吧。由 Star Planner 星夜娱乐联合绿野仙踪主办，蔡琴《不了情好预照片》马来西亚演唱会20107月24号晚上8:30国际绿野会展中心柔情开唱。华丽舞台加上高水准灯光与音响设备，势必满足你的听觉与视觉享受，陶醉在蔡琴的歌声当中。门票详情请洽 Star Planner 星夜娱乐。我这个越看越好看的美人配上这个绿野会展中心，一定是很棒的一场不了情，我非常非常期待你们的出现。无光实摄采访报道。